师傅背上的金身好厉害，之前怎么不用？厉害吗？我师傅说没有法术，你说厉害就好了。你师傅都尸变了，你还信他？我，哎呀，我都被你给搞糊涂了。我师傅是得道高僧，他从来没有说错过。我们还是先走吧，陈武通神和你师傅打斗的时候，我们走得越远越好。 你背上金身法力无边，看来武通神来这里和你们寺庙的金身有关。啊，看来得靠你出掉它了。我不会有什么法术啊！再说，我师父给我说了，金身不能现世，一现世会烂掉的。你师父到底说了些什么啊？我师父说，世上并无法术，也没有妖魔鬼怪，这一切都是人心在背后算计出来的骗局。教我格外小心。那你怎么解释我？风来。 你别问我，我不知道啊。这叫寻风问路，是一种占卜，看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。怎么办？书上说要么回去。啊？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书不会错的，我们走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风来。 潇潇洒洒，飘飘散散，风雨中，人影一刀也生冲动，想是暗苦衷，冲动一生，层层未。